于晓腾，来自中国深圳艺术学校的，来参加这次38届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我今年刚好16岁，参加15到16这个组别，然后我的变奏选的是舞姬三幕里面三个独舞的第一段那个小快板。现在我是选的大会规定的 trace solo。我的老师是徐健和郑丹露，我们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半年。这个比赛跟别的比赛不同，他要先上5天的大课吧，可以说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老师给你上课、排练、指导。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接受到很多不同的风格，学习到更多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完了，洛桑这里的舞台是有倾斜度的，这对于我们在竹间上跳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也必须在这5天内慢慢适应。那这个比赛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年轻的有天分的选手提供不同学校的奖学金。那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展现自己，因为有不同的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艺术指导来这里选拔人才，我希望我足够的优秀可以让他们选上。对于日后我的路吧，就是还是希望往芭蕾舞这方面发展，能够跳出中国，成为一名演员，跳的更多的作品展现自己。